One Session， 我们接下来会让小班就是有一个预录的影片，他如何用解决的视角看台湾参与公民科技，包含就是资源政治、台湾 Can Help， 还有他就是共同发起 Chilling with London 的一些经验，比如从优势族群变成弱势，或者是可能一些关于种族社会跟地缘政治之间的讨论。那这是预录影片，下午应该也还会在其他的场地再预播一次。好，请播。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场预录的分享，是关于我如何用解职视角看台湾自身的公民参与。那这个是这个共笔这场演讲的共笔连接，那我人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听这一场演讲，然后我们可以在共笔上面交流。那因为这场是一个非常个人的心路历程，所以我是谁呢？我是小班，然后我在 Slack 上的 ID 代号是 AL。 那我是一个竟然已经十年的 GNV 参与者，那做过很多像是社群筹办，然后产品经理，然后最近做的两个蛮大的 project 是 Disfactory 跟 GNV 伦敦，那可以在 GNV Slack 找到我。那这边就是 QR Code， 我会大概把这十年来对于我 GNV 台湾公民科技跟国际上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分成四个心理阶段。第一个是觉得台湾没有国际地位，所以我们要让世界看见台湾。然后第二个阶段是觉得我们不只是可以被看见，而是台湾有一些很棒的地方是别的国家可以学习，然后我们可以贡献互相交流的。也就是我们不是只是要让别人看见我们，或是拼命的要跟国际接轨。然后第三个阶段是发现被称赞说台湾做得很好的背后有一些权力结构我没有发现，只能说自己太过天真。以及第四个是在经历过脑中的某些世界观碎裂打掉重练之后，觉得台湾跟 GNV 可以或是已经如何怎样作为一种方法影响我个人参与国际公民社会的贡献。那第一阶段就是我2016年第一次来 GNV Summit 的时候，一次接触到了总共18国的讲者吧，然后就觉得哇塞， GNV 的专业也太酷了，然后国外也超酷。于是之后我也很常在 GNV 黑客松接待来自全世界拜访的学者、媒体或者是同样也是公民黑客的人，然后也参与很多社群筹办。所以当大概2017-2018年 GNV 的名声越来越大之后，我就趁着这个热潮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参访跟分享 GNV。 我这次算了一下，大概已经讲大概30场。其中一个常见的问题是我很努力要讲的是，国际上看到 GNV 的成功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某一个专案特别好，某一个个人特别好，以为 GNV 是用某一个工具特别好。但对我来说， GNV 的经验我觉得最最最珍贵的地方就是 GNV 是一个社群，有很多元不同专长的人，你可以在今天帖子看到，或者是有历代以来累积下来的开源协作的共笔，以及不断的会一直拼命为难自己，然后问自己代表性的问题，社群治理到底什么意思。所以总是要跟大家说，我今天是作为一个 GNV 参与者来介绍 GNV， 我没有办法代表 GNV。 那 GNV 是一个去中心化或是多中心化的开源公民科技的社群。那我常常在这些演讲最后都会用这张借用美军发现的图来总结，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先承认你就是那个没有人。听起来有点爽吧，或者是学到很多，我也的确学到很多，但这个中间常常发生一些很幽微难以描述的事情，让我觉得有些事情怪怪的。
然后这也是让我做这份投影片非常非常困难的地方。因为问题太杂了，所以我偷懒就直接放了一个超级问号的图，比如说会像是问我说。哦，你做这个 destructuring 环境保护的 project 是要防止中国入侵吗？然后我当下就是，哈。然后，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被访问者，我知道那个记者需要回去面对编辑台，要讲这跟两岸议题有关系，编辑台可能才会获准。所以当时还是会说，哦，对，因为我们防止工厂污染农地，可以确保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就是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台湾人不会饿死。但我终于还是忍不住问说：“请问，如果你在德国访问农地保护的专案，你会问他们说是不是要为了防止俄国入侵吗？或者是也有一些奇怪的问题，像是，哦，那不是问题。”这是我被指示，是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讨论全球假讯息、假新闻的一个论坛上，我举手发问说，就是你们刚刚谈的都是西欧跟北美的状况，那我在亚洲看到印度跟缅甸有这样的状况，那你觉得跟你们刚刚理论有什么样的呼应？主持人非常冰冷地看着我说。谢谢你的提问，但是这是全球，我们现在在讨论全球议题。我们的确有另外一个亚洲专场，你应该要去那个亚洲专场。我当下不是这个表情，是理智线断裂的表情。所以西欧就是美国，就是全球，然后亚洲就不是全球嘛？或者是可能没有人那么坏，但是可能会有人慕名而来，然后说像是什么？说，哦，我们希望访问台湾数位民主的成功经验，让美国可以学习。我们现在美国的民主实在是糟透了。我就说，哦，那你们台湾，美国的数位民主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对方说，Big Tech，也就是 Facebook 或是 Google 那些大的科技公司。然后我就说，那你希望从台湾学到什么？我说。脸书在台湾没有公关代表，是从香港飞过来的。如果台湾政府要找他们开会的话，以及审查主要是在上海大中华区，以及隐私条款的保护，脸书的使用者条款里面写非常清楚，只有加州的公民可以去申请某些东西，以及他们都是美国公司，你们可以请国会召开听证会，他们总部在美国，你们可以去他们公司外面。抗议！我这边不好意思，我要讲一下。我说，Dude，they're all American companies. This is your province, not ours. 有点像是有一个24小时开空调的办公大楼，跑去问买不起冷气的人说：“哦，请问一下，你们怎么样节省冷气电费可以这么低？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还就很凌乱，大家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但没关系，我就继续往下讲。所以，我后来呢，把这些浓缩起来，变成一个有点嘲讽的一个开玩笑的方式说，觉得很多西方的媒体可能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或者是像我在英国非常讶异一个记者，在他的个人网页上有把。来台湾参加过 G20 黑客松，列在他的重要事迹、个人网页事迹里面，跟他得过什么新闻奖，摆在同一个区块，然后我非常的压抑。所以这个搞笑的事情就是说，In the far far away east, there's a magical island on which citizens use high technology to build a democracy against an evil expanding power, China。好像我们这个现代西方的社会有什么？文明病的话，我们可以在那个遥远东方的魔法小岛上找到拯救人类民主的答案，而且他们是用超高科技的方式用，哪像我们公共场所连免费 WiFi 都没有。那这一段翻译中文的话，就是在遥远的东方啊，从前从前有一个，对不起，从前从前
或是现在，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从魔法之道上面的公民，他们用非常高科技的方法去建立了一个民主政体，然后去对抗一个黑暗邪恶扩大的势力。那这个我故意这样讲，就是 It's not true， 不是真的。一是我们可能并没有什么秘方，就是不是一个什么魔法丛林，然后有点像我不知道你去然后就撒一些粉然后你就可以飞起来，而是像上面很多人提到是你要去处理募款，你要去处理志愿者志工没有时间了，然后他去处理跟政府沟通，而不是有什么魔法然后你撒上去施个咒语就会解决了。或者是我并不觉得台湾社群存在的意义或是我们的价值，对世界的价值，是因为中国才有价值。就像我说的，我参与的性别啦、环境保护议题，或者是一些审议式民主的专案，我们并不是想着要对抗中国才做那些事的。难道仅仅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在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里面的人的社会议题不够吗？一定要凡事都跟中国有关吗？所以当我在2022年搬到伦敦的时候，我就很想要证明这些事情，而且可能还有一种傲气吧，就是你们不是都说 Dream V 很棒吗？然后你们来 Dream V 参加一次黑客松，然后访问我们一个礼拜，然后就可以回美国说我们得到了，我不知道，假设台湾有种神秘果实，好，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买乖乖带回去，如果他们买乖乖的话，可能就的确就弄对一半了。但是我就会觉得，如果在台湾总是有各种国外的专家学者来台湾三天给个 keynote speech， 然后就可以跟我们说台湾应该要怎么做的话，那我不要那么狂妄，我不要去三天就跟他们讲该怎么做，我去个几个月然后参与他们的社区 NGO 组织，我应该也可以用我在台湾的经验贡献到当地的政治议题跟社区参与里面吧。所以在 Dream V 伦敦，就是因为伦敦有Dream V 的爱好者或者仰慕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然后就是怂恿我一起创办了 Dream V 伦敦。那大家请看那个 emoji， 就是这是一个一言难尽的过程，然后非常不知道要怎么跟大家解释。真的是哭了很多次才有办法想说要怎么办，所以最后决定用照片来处理。那这个是快乐照片，非常有技巧的要把伦敦的那个红色双层巴士排进来，然后每次大概都会20-30人来参加，但是最后不到一年就关闭。然后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需要整个离开英文世界的公民科技圈，那就是前面我刚刚提到那些这十年来我觉得国际上互动怪怪的事情，在我一个人在异乡，在遇到坏人的状况下，最后上升成难以解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事情。就是他说你应该要再更开放一点，你要再更开放一点，来打开更开放一点，因为你的文化很保守很控制，你想要经营 V 都要开源，你这样不够开放，再打开一点，你的文化很保守，台湾人都在强迫我要开源，你这样子不够开放。
我不知道有没有成功让你觉得这样很不舒服。然后我想象在大荧幕上会让你不舒服。那我很不舒服，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办法跟人家很好解释不舒服是什么，因为我没有那个词汇，就是我就很像嘴巴被胶带贴住了，然后紧抓着想要紧守着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社群、自己的国家或者是军礼服的尊严，所以我想跟他分享我找到的一些词去描述这些情绪。一是我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和教养都叫我要取悦白人，那这就是为什么刚刚那些话听起来很愚蠢。你要更开放，你只要打开，让人家为所欲为，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因为我在台湾黑客松或者是接待的人，我们努力的不就是为了要 DBC 或 CN 会报道我们的吗？我们就是努力要可以跟美国的 18F、英国的 GDS， 扯上关系嘛。所以当有白人跟我说这不是西方做事的样子，我非常的想要学所谓先进的西方、先进的欧美国家是什么样子。但其实我掉到一个陷阱里，叫做 white supremacy， 就是白人优越，就是白人的文化比较高尚，或是白人比较聪明，白人做事的方法比较好。然后以及在这个状况下，是为什么我非要用一个有性暴力讯息的照片，是一，因为性暴力发生了，然后二是对我来说我非常难非常难跟别人解释这些对我的凝视，就是觉得哦，台湾是一个超棒的地方，或者是你们只要建一个网站就可以解决这些东西，或者是所以，但是我一通电话，你就要在4个小时内交出所有资料，明天就要马上帮我排好要采访的人，然后你要采访部长或什么，或者是任何 NGO 的人，就是要帮你弄出来。这是一个交织性，就是好像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没有办法想象什么叫做你一辈子都在追着一个西方的学士或者是教养，然后你为自己的英文发音感到羞愧，然后去国外读书就是比较高等，然后可以跟白人混在一起就是比较高等，这样的根深蒂固的想法为什么会让你很痛苦，或者是别人说什么哦，你不太像亚洲人啊，这种他以为是赞美但你很受伤的事情，当你把它转到性别、转到性别暴力上的时候，突然就会变得非常令人难以忍受。那我之前都非常努力的想要把我谈西方中心、殖民跟性别分开来，但这件事情在我身上没有办法分开来，因为许久以来西方就是把东方或其他地方当作是一个待被开发的处女地，要被探索的地方，它很柔弱，它还明智未开，所以西方要用科学去启蒙它，要去探索这个处女，然后要帮它记录、帮它书写，然后要让它摆脱落后的地方，但是它同时它又有一些充满神秘的美感，因为它是有遥远东方的古老文化。那如果是200年前的话，这种凝视就会是远方有个美丽的小岛，然后上面的土著都非常乐天知命，然后会带一个当地土著的女人来伦敦教她英文，然后让她学习各种事情。但是现在呢，刚刚那个东西一定会被说是很种族主义，所以现在升级了，就是在科幻作品里面你是会去想象像这个是第五元素，是一个超级美丽的外星人掉下来，然后但他不知道这个
quote-unquote 西方人类社会的礼仪，但是他格斗技跟他科技超强的，然后其他还有包括人形 AI 或者是神秘法力的外星人，然后所以我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些对 Jun Ling Fei 的赞美，或者是说我们很想要跟你学习，它可以是很虚的，或者是它也可以是很真的，但同时也跟有这种凝视，跟有一种我要你，然后你属于我，然后我们其实不是平等的，因为我要带领你认识这个世界，或者是谁先获得跟这个天外高级外星人的接触机会，那就可以带他去，介绍各种东西。我这边讲的有点凌乱，但就是整个旅程走下来，我就会发现这个童话般的故事很恶心，就是当你把一个地方异国风情化，然后把它变成好像是什么遥远的国度，然后什么有龙啊，然后什么精灵啊，然后这样子想法或者什么魔法粉末这样下去，最后你还是一个西方探险者去探索异国风情岛屿的那样的概念，或是误以为说，我把你当人，我们是很平等的。就你说台湾有被殖民过，那美国我们也被殖民过吧？所以美国跟台湾的状况是一样的。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我当下没有说，但是台湾没有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军队驻扎，然后可以左右联合国投票，然后可以出兵，还有掌握非常大的军武器。为什么你会有这个错觉？你是美国人，你的机会跟我是均等的，你对国际的影响力是跟我一样的，或是我不知道这个错觉哪里来的，然后呢，让我非常的不舒服。就是大家在讨论这些公民科技，尤其是公民科技在国际之间的时候，很少去讨论这种 power dynamic，就是权力动态或是权力互动之间的关系。然后我知道台湾大家最近很多朋友在读非常多各种什么 AI 啊，然后区块链相关的书，但我读这些书现在都会变得很愤怒，因为我看不到我自己。他们里面说的我们人类未来的命运，我们几千年来历史，那个是西方白人世界观的历史。我作为一个台湾人，我看不到自己在哪，或是我作为一个女性，我常看不到自己在哪，或者是大家提出这些公民科技愿景的时候，我看不出来我遭遇的可怕的事情可以怎么解决。那，我没有解方，你可以听到这个讲非常的凌乱，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这10年来我在台湾，在全世界跟俊影批的伙伴，还有公民科技的伙伴，我学到了什么事情？一个是我很开心我是台湾人，我觉得我一开始有点不想当台湾人，因为觉得我不想只做台湾的事情，我不想只做中国的事情。但台湾是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世界上其实能在一个民主国家中长大人是非常非常少数的幸运儿，可以在医疗发达的国家长大人是非常少数的幸运儿，可以跟我们一样做公民参与的国家是非常少数的幸运儿。但我们又没有忘记，如果没有民主的状况会怎样？因为距离我们并没有太过遥远，而且以及在世界上，现在 NGO 这种二分法，就是全球北方跟全球南方这样的状况下，台湾既不是超有钱，然后很多军队可以去殖民别人的国家，也不是穷苦到要靠外援才有办法吃，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从台湾经验出发，是同时既有这种
拼命跟国外学科技运作方式、民主、商业等等，但又有本土草根的力量。亚细亚孤儿在不依靠联合国体系或是各种有钱的靠写 proposal 为生的国际组织的状况下，我们发展出自己，很常累，很累，很累，但是自己的概念，自己觉得什么是对台湾重要的这种生态系的概念，所以，比如说，之前有参与一个之前 GNP 上面的讲者，阿南苏亚的做一个网络语言使用状态报告，然后或者是尝试去在美国用 stand up comedy 的方式去翻转这个 narrative 或权力方式。那因为台湾是在一个在中间这个角色，所以我看不惯的时候就可以举手说，我觉得你这样很西方中心，因为我知道。非西方中心的叙事可能可以是什么？但另外一方面，如果对方说啊，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场组织受邀去给那些不是西方国学者说台湾就是这样，然后你们就是这样，让我很不爽的状况下，所以当我有机会可以被西方的组织受邀去给那些不是西方的地方分享的时候，我就会想说，那我要了解他们历史，了解他们政治，然后事先跟邀访单位去确认说，现在学生关心的什么议题？那我本来以为他们是关心灾防，就不是，他们其实是更关心一个罕见的跨党派、跨宗教、跨族群的示威之后可以做什么？那其实很像3·18学运之后拆掉重建，那是那年。GNP Summit 的主题，到底我们觉得现在这样的政府不好，那替代方案会是什么？或者是在跟念海松、在跟台日韩的伙伴们一起做这些性别相关事件的讨论跟记录之中，我们不想要再从西方媒体去了解各个国家的性别进展，而是我们发现很多文化上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想要直接翻译。然后，但我们也试了非常多。希望可以跨越语言障碍、跨越文化障碍、跨国合作，因为台日韩相对来说，我们比较没有谁比较有钱，所以你要听我的这个权力关系。但是最后还是卡在一起很难的问题上，就是南韩跟台湾、韩国跟台湾都想要放慰安妇，日本没有道歉的部分，但日本人就很尴尬。所以即便抽掉西方这个脉络、白人这个脉络，亚洲还是有自己殖民的问题。那台湾岛内也有自己殖民遗绪的问题是很难处理的，所以讲这么多就是啊，跨越文化跟权力动态就是 power dynamics 真的好难。但也许如果大家一起尝试，一步一脚印，也许就有机会吧。那非常感谢大家听我 murmur 到这边。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希望你可以跟坐旁边的人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和旅程又是什么呢？那我虽然这个是预录的，但是我会在这个共笔线上，所以请你扫这个 QR code，我们可以在那边进行一些 QA 跟讨论，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讨论带回你的社群。So although this is a Mandarin panel because I want to decolonize it at some point, but welcome you to join the discussion in English or in any other languages that you feel comfortable to。所以再次感谢大家愿意陪我走这一段旅程，然后希望下一个10年还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非常有趣的东西，谢谢大家。